你带了多少矿工啊？嗯，十来个吧，都是我们屯儿里边矿工。矿上一共有多少矿工？五六十个吧，三班倒，这都是附近屯上的人。有多少鬼子？5个鬼子，其他都是伪军。啊，不过南边公路上有一个鬼子警察署，里边应该还有十几个鬼子。 你想干啥？你不是要打鬼子吗？啊，我们就干票大的。太好了，我正要报仇呢！我带着那帮兄弟。刘三儿，你不会又让我去求一阵风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没门！我汪大海不做那么丢人现眼的事儿。我们这次不用枪。 不用枪，不用枪，怎么打鬼子？那么多鬼子呢？我们只端煤矿，不碰警察署。大海，你把矿上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来，别吃冰箱。嗯，矿上人啊。嗯。 莫西，莫西，周总，好。你一定要留意那个朝鲜女孩，只要能找到她，就能够抓到邱宇浩。嗨，钟总放心，我一定配合警察署的人仔细搜查。今天你和景夏将进入林地了，绘制地图一事，你还要多多费心。不辛苦。另外，还要留意。 反日分子在葛姐的动向，又爱共荣大使者，戈沙武了。嗨，喂，静夏，你现在到什么地方？我已经快到林地了。哟西，我有一种预感，这片林地将来会是我们最头疼的地方，一旦开战。 那将是我们致命的盲区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勘测，尽快把地图绘制出来。嘿，属下明白。好。贼是个数。 石哥石洛，景夏副官，刚从日本回来没有多久，对这里的地形我确实不了解。这一路，咱们也看见了，这里林深树密，而且终年早期弥漫。关键是，这一带最强的绑匪经常在这里面出现，所以我觉得，咱们还是找一个当地的向导才好。区区一个树林。 大海，小心点儿，去吧。点卯了，点卯了，点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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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都给我听着，干活都给我卖点力气，别他妈偷懒。谁要是让我逮着偷懒，工钱一分没有，赔款给大少，听到没有？一班和三班警上工作，二班警下工作，干活，快点！ 你也瞎呀你，臊先生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找笑啊你？哎，你这！干嘛呀？どういうこと？見てる。貴様、どこに行く？腹が痛い。便所が行きたい。面倒くせえな。早く行け。はい。 行ったら、すぐに戻れ。はい。太君、那边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！不，打起来了。なんだと？急げ！はい。何をしている？ 他们叫我来，怎么这么晚？大海是不是出事了？耐心点，再等等。